我们今天借助很多这些科学东西，我们这个看到见闻就是能在这个里面体会到啊，才能把它说清楚啊，讲得清楚。虽然说清楚说讲清楚，只是贴近啊，还是隔一层啊，那一层的时候，那一层必须你自己悟了，任何人帮不上忙，佛来跟你说也没办法，佛来跟你说也只能说到这个样子，说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那你真正要想七入境界证悟，不是告诉你放下就是吗？啊，果真能够生活当中啊，你每天吃饭不要再计较这个菜那个菜了，不要去计较味道了，穿衣服什么都可以暖了就可以，不要自己挑剔了啊，对吧？你习气嘛，你烦恼习气嘛，这种执着嘛，啊，一定要怎样，一定要怎样，可就麻烦了。啊，要学大乘菩萨了，自在随缘呐，啊，任何拘束都没有，啊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人做好事好，人做坏事也好。啊，人享福很好，人在地狱受罪也好。地狱受罪是消业障嘛，他有那么多业障一定要到那边消嘛，消掉不就好了吗？怎么不是好事呢？哦，然后才晓得十法界原来是平等的。这个楞严经里面教光大师讲舍是用根啊，就是用六根的根性，根性是见闻觉知，不是受想行识啊，也就是受想行识是妄心，见闻觉知是真心啊。迷了的时候，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啊。觉悟的时候，能把受想行识的时候放下的时候，让见闻觉知现前，那叫转识成智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见色闻声不要执着，你就不用莫那啊，不要分别，不用意识啊，不要起心动念，不用阿赖耶识禅宗里面参禅，什么叫禅呢？立心一时叫禅啊，心一时，心一时知道了吧？阿赖耶识起心动念啊，莫那是执着，一时是分别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是立心一时。立心一时叫禅啊。啊，所以研究教不用心意识叫参究，用心意识叫研究，研究跟参究不一样啊。参究会见性，研究不能见性啊。用研究呢，佛法就变成哲学了，啊，变成佛学了。立心一时呢，那就学佛，真能成佛啊！啊，用心一时的时候不能成佛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用心一时实在讲啊，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因为六道轮回是心意识变现出来的。下面说，立虚妄差别之相啊，故曰无相，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。啊，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，通通是虚妄的啊，我们自己这个六根呢是虚妄的，
六识是虚妄的，外面境界也是虚妄的。只要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当下就是啊。这就是无相啊，当下就是啊，并没有把相去掉啊，啊，当下就是无相啊，所以相无相这个意思要搞清楚搞明白。与虚妄差别住相之中有真实平等之本体，故曰无不相。当相立相，相而无相，乃显实相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好，这十二个字非常之好啊，就当下就是一多不二啊。啊，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工作里面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要认真，要把它做得圆圆满满，尽心尽力去做，这是当下啊，做好了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是理想啊。所以当下跟理想是同时，不是分成两极。这真管用啊！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会生活得非常真正幸福美满自在啊，工作也如是，待人接物也如是啊，你会得到一切人的欢喜。所以大乘教里面讲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。啊，他怎么会叫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？他当下离相，立即同时，谁不欢喜啊？首先你自己欢喜，啊，你欢喜了，别人就看到你也欢喜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。但实相理言说，正如南岳怀让大师所说的，设思一物即不中，这句话在谭经里头，啊，怀让法师在六祖慧能大师会中啊，开悟的，明心见性。啊，他见性的时候，六祖等于出题目考他了。你见性，性什么样子？他回答就这句话：设思一物即不中，说不出来。六祖点头，给他应口。对，如如是，我亦如是。啊，给他印证啊，真开悟啊，不是假开悟啊。故是非任何事件比喻所能声明，比喻只能比喻个方法，绝对没有办法比喻的真实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所以现在科技发达，我们用这个电视里面的屏幕跟影像这个比喻啊，比从前比喻要贴切多了，要好懂多了。以前真难啊，那是没有这东西，科学东西是我们对古大德，他不要说是证悟啊，他能够解悟，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啊，我们今天借助很多这些科学东西，我们
这个看到见闻经，能在这个里面体会到。啊，才能把它说清楚，啊，讲得清楚。虽然说清楚，说讲清楚，只是贴近，啊，还是隔一层，啊，那一层的时候，那一层必须你自己悟了，任何人帮不上忙，佛来跟你说也没办法，佛来跟你说也只能说到这个样子。啊，说的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那你真正要想七入境界证悟，不是告诉你放下就是吗？啊，果真能够生活当中，啊，你每天吃饭，不要再计较这个菜那个菜了，不要再计较味道了。那穿衣服什么都可以暖了就可以，不要自己挑剔了。啊，这么你习气嘛，你烦恼习气嘛，这什么执着嘛？啊，一定要怎样？一定要怎样？可就麻烦了。啊，要学大乘菩萨了，自在随缘呐。啊，任何拘束都没有。啊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人做好事好，人做坏事也好。那人享福很好，人在地狱受罪也好，地狱受罪是消业障嘛，他有那么多业障一定要到那边消嘛，消掉不就好了吗？怎么不是好事呢？哦，然后才晓得十法界原来是平等的，啊，你做了些好事到天堂里面去享福，那什么消那个福报，你做了那么好事要去消啊，你做了些恶事的消到地狱去消啊，你看消福报消业障啊，通通消掉了不就见性了吗？啊，所贵的就是放下，没有别的。所以我一生呢，我尊重老师啊，头一天跟老师见面的时候，他就教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我才知道修行人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修什么？就是看破放下。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又帮助放下。啊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啊，等觉菩萨再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放下，就圆满了。还是放下 啊，只有放下才能向上提升 啊，只有明了你才肯真放下了，你不明了所以你放不下了啊，明了就放下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